Flower 老师搬家了，搬了一个大房子，我们去他家帮他收拾一下，顺便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要的时尚单品。Hello Flower 老师。Hello. 快帮我收拾一下吧，帮我把演出服找出来好吗？啊，什么演出服啊？就是晚上有一个男艺人要来我这里试妆，然后我现在因为在搬家，所以已经找不到了，所以帮我找出来他好吗？哪个男艺人？你应该认识，很帅的一个，等一下就知道了，快找。谁？什么样子的演出服啊？一套有点夸张，但是又很帅的。哇塞，老师，你这好多宝贝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也是我从展会背回来的，叫光的折射。我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很适合这个。哇。光的折射，还蛮喜欢这个的，送给你了。那我再看看你有什么宝贝啊？这些都是我从展会背回来的鞋。我很多都是我没见过的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五指鞋，也可以当做手套来用。其实手套，很舒服的。老师，你的脚趾怎么那么喜欢打开啊？我是有张力的女人。我看出来了。哦，小马奔腾。已经不喜欢了。这怎么还有色子啊，老师？这个是我特意这次为你准备的定制鞋。这是最新款吗？最新款，里面是有两个色子的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让你走路的同时不要忘记娱乐。等一下你可以穿一下这个啊，我们可以来 PK 一下，就看谁摇的大。这个鞋有名字吗？有啊有啊，它叫五个八，寓意呢就是我要发的意思。快把这个五个八穿上吧，我们一起玩两局。哇塞，老师不愧是你，你什么鞋穿的都如鱼得水。一人要穿一只吗？对啊，一人穿一只，这样才有对抗的感觉。好，就这个鞋我们就是用力这样就是摇就好了，然后站稳就可以了。那别人要看到我们的色子了不就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拿我们这个本身另外一只脚就是挡一下就好了嘛，对吧？这样。对，老师咱们快玩起来吧。哎，玩什么玩，你先帮我找一下那个箱子里面。老师这怎么里边还有一双鞋呢？这不是鞋，这是耳饰。老师你给我戴上我看看呗。就是把它挂在耳朵上就好了。挂在耳朵上？老师是这样吗？这戴上能出门吗？可以啊可以啊，我就是戴着这只耳环在大学邂逅我的男朋友的。他也是搞时尚的吗？他也是做时尚的啊。真的？下次能见见吗？可以可以。行了行了，别玩了别玩了，你快帮我找一下这个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秀肤霜的防晒，等一下要给我敏敏肌的艺人用的。这个吧，这个我知道，养肤妆感防晒三合一，质地你看就像奶霜一样，很清透，不黏腻，不假白，特别好用。老师咱们快玩。请问是花老师家吗？我过来试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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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